韓國人氣組合 2AM 即將嚟到香港開 show 啦，而且仲會有一場好精彩嘅激獎會添啊！各位 fans 期唔期待啊？期待！你哋有冇帶月餅啊？但係依然係非常之熱情噶。 2AM 難得嚟到香港同大家過中秋，各位 fans 到時真係可以帶埋月餅去睇 show 噃。半百嘅 fans 呢日一早就帶齊各式各樣嘅紙牌同埋 banner 去到機場守候，希望可以見到偶像一面。 直到晚上大約11點半 ，2AM 嘅4位成員失蹤，振雲、闖文同埋趙權終於抵港。佢哋逐一步出禁區，經秘道去到停車場。2AM 表現得相當友善，向一眾嘅熱情粉絲微笑同埋揮手，然後佢哋就喺工作人員護送之下登上旅遊巴離開啦。